请出场。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，也是一支成军超过十年以上的啦啦队队员，非常有历史，非常多名的啦队员都是来自这个学校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南台科技大学带来精彩的演出。要用口号开场 ，Motion， 接下来做双底层，多组数的双底层展现。口号的声音非常的好，四组的空抛分腿空翻，空抛分腿空 touch。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双球比克，就是一个男生队员同时左右手各支撑一个女生上层队员，只是旁边有协助的队员，那他的难度稍微的降低了一点。现在音乐的部分开场，就是双底层的技术展现。啊，很可惜在后面右后方发生了一些失误的部分。接下来，有关技术直接接到金字塔四组上弯弯，一样在画面中没发生的失误。接下来是横翻的部分。队员做了虚拟跳、虚拟跳、虚拟跳连三，在侧翻内转接后空翻，侧翻内转接后手后手翻，女生队员做了三个空抛后空翻，接下来是空抛部分，四组空抛直体。接到手对手倒立，再回到半技术，非常新的技巧转接，前空翻下，难度系数非常的好。接下来是金字塔的部分，做了两组的套位金字塔，旁边有连接，形成一个大面积的金字塔动作，连接的两组连接。下来部分转接，再重新回到牛角的金字塔，两边在 timing 上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。接下来是舞蹈的部分，最后面使用了舞蹈加上技巧的高低层次展现。技巧直接连接到金字塔的部分，连接起来推起来的两组弯弯弯金字塔，同时再加上一个三层人员，可惜左边发生一点小小的失误。大画面上也是一个335的金字塔，难度系数非常高。下来的部分很安全。